张荣娥张老太君，生卒1936年10月12日，2021年7月7日，享年86岁。2021年7月9日，沉痛悼念慈爱的奶奶。苍天无意，大地含悲，哀乐低回，亲朋落泪。让我们遵照奶奶生前的一贯作风，以最简朴的方式举行奶奶遗体的告别仪式。别让泪水打湿前行的路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坚强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老家也算是恐怕有点。
说话就不通，那这个说啥不行，请各位乡长多同情，那这个说啥不好，请各位师傅多指导。一楼上这家长子被人家不放养为内，他的小子给今天在厂里辅导啥去没，最后再想咋个的，小子乡里边的亲友你知不咱知不咱知不，我来接受咱都成功对你下饭对吧。世间难免有生有死，有分有合。奶奶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是她的音容笑貌，她的高风亮节，却永远地留在了我们心中。奶奶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，是勤劳的一生，是朴实的一生。